这件裤子，它两个色，黑色跟我身上这个是接近，我觉得是杏色。前面这个裤头是做这种西装裤的那种，啊，宽版裤头是做这种弹性，它弹性还蛮大的哦。这样拉拉，就是我穿的话就是还有空间，还有一点，所以穿到大 L 是 OK 的。料的雪纺料，两层，所以不用担心就是会透。这样一层两层。然后它是不是只有正面，不是只有正面做双层，它是连裤子背面这边也是，对吧？所以不用担心，就是后面会透还是怎么样，不会。一层是比较短，然后第二层比较长，就是看起来就是还蛮有层次感。这样，两个颜色，杏跟黑。然后它是做这种宽裤管的，所以就是穿它大腿就是不会很背，然后不会显这边的肉肉，这样。然后屁股也，我觉得这件我穿不会屁股不会很背，就是还有空间这样，给你们参考一下。然后它。